第一步，在画面顶部画一个长方形。在框两边各画两条线作为标题框。第二步，在标题框下画上一片云，云一定要大。第三步，云的旁边画上画架，画板内画上直线。第四步，在云的周围画上热气球。画架顶部画上小白兔。小白兔先画一个圆，然后画上耳朵，然后画上眼睛、嘴巴就好了。